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良玉，欢迎大家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们继续查考的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上一课呢，我们讲到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让人厌弃的地方。保罗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那么我何必还要受逼迫呢？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嘛。那么让我们思想到，抵挡福音的人，他不要接受，他把十字架当作讨厌的，他厌弃十字架。但是我们明白真理的，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保罗讲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接下去第十二节，那是一个更严重的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哎呀，这句话很严重。把自己割绝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阉割了吧，你竟然要行割礼吗？而这是一个讽刺的一个语气，从割礼到阉割，那岂不是更完全的做法吗？那岂不是更彻底的做法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二节提到，那些妄自行割的所用的这个字，也就是割去肢体让它残缺，然后跟这一节的说法其实是很相近的。当然这个地方有保罗的讽刺，也有保罗的情绪，让我们思想到保罗何等看重信徒生命的根基建立的好不好，属灵生命成长的好不好。当教会遭到了破坏，当教会信徒的信仰遭到了诱惑，或者说煽动者、扰乱者、搅扰者破坏教会的时候，神的仆人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所以你看到他这封信其实已经渐渐要进到尾声了，当他叙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的时候，他讲到说，如果我还像以前，我不认识耶稣，没有明白救恩以前，那么我照传割礼吗？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还要传割礼作为得救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不需要受逼迫啊。就像我曾经说过的，对中国人来讲，罪不容易讲，罪好敏感，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不讲罪，不讲十字架，只讲信耶稣好得很，有喜乐，有平安，凡事顺利，万事如意，没有人要拒绝啊，每个人都喜欢是吗？但是那不是一个正确的福音，那是一个错误的道理。我们绝对不愿意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那样的光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求主帮助我们把福音讲得清楚，讲得全备，讲得明白，好让我们把福音介绍出去的时候，对方也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恨不得那扰乱你们的、搅乱你们的那些人啊，把自己割绝了。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种讽刺的一种说法。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也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就高举了十字架，借着信心，十字架是神所定规的称义的方法。保罗宣告割礼，也就是靠行为在使人称义的事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么主张行割礼的人呢，他们必定要受审判。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活出真实的生命，这是后段，在第五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六章，我们分段的，我们慢慢的来看。在五章的第十三节，
一直到第26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情欲和真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13节到第15节，保罗提醒说不要滥用自由。我们想到在第一节，保罗说你们已经得自由了，基督释放了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好不容易已经得自由了，你有主的自由的生命，你是新造的人，不要再回头吧。做了神的儿女，有美好的生命，有天上丰富的产业，不要像那浪子，不要回头再去吃猪都不要吃的豆荚吧。这就是对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思想到在第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保罗再次用非常强调的语气，他把加拉太信徒跟那些扰乱他的那些人呢分开了。好，所以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基督徒得自由是借着神的呼召。5章1节，基督徒得自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而13节，基督徒得自由，也就是信的人他得着了自由，是借着神的呼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情欲呢？情欲它的意思呢，就是肉体。好，这个地方他所指的不仅是肉体的情欲，而是活在一个罪当中的那个整个人性，活在罪中的整个人性，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保罗所境界要提醒加拉太信徒的。我们思想到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啊，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侍所有的人。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很好吗？非常的好，带出了我们服侍的心态，带出了信徒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就好像5章1节，我们得着自由，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下面这句话，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侍所有的人。那你说他要不要受管辖呢？他要不要受别人的一个影响呢？当我们做仆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甘愿做仆人。保罗真正活出仆人的生命，做我们的榜样。保罗是神的仆人，他也做众人的仆人。有的时候我们侍奉哈，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份，我们觉得自己是被主已经称义了，我们是有成圣的地位，我们是神的仆人，很好，很宝贵，很尊荣。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显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那就是效法基督做仆人。所以我们不单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人的仆人，谦卑顺服柔和，带出主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弟兄姐妹，火车在哪里最自由呢？火车在轨道上最自由的。火车可以自由奔驰到许多的地方，因为有轨道设在那里。火车一离开轨道，要出事了。所以信主不是不受约束，信主不是放纵情欲，信主不是滥用自由和恩典。有基督的律法，所谓爱的律法，成为我们行事的一个轨道，爱神爱人的轨道，我们行在其上就有美好的结果。所以保罗说用爱心互相服侍，
服侍这个字呢，他用的字是像奴仆伺候主人般的服侍。所以这也就难怪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这个地方服侍是像奴仆，奴仆服侍主人那样的服侍，我怎么能说我没有亏欠呢？真是亏欠又亏欠，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从神而来的爱，来爱在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所以，不管信徒是如何的自由，你发现保罗所强调的是，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的主是基督，他们的主是救他们的这位主。他们得自由的目的是要用爱来彼此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重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可以过鲁滨孙式的基督徒生活，他需要有教会生活，这是上帝给教会的，给他的儿女的非常大的祝福啊！我们要进入他的身体里面，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过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相顾的生活，但是千万不要彼此相恨、彼此相咬相吞。好，这就是后面保罗所说的了，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刚刚我们提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就完全了律法。就好像这里所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了。好，这个包在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成全了，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好，好像用包在，用成全了感觉上更了解，它里面的意思。一个脱离律法的这样的信徒，他有自由，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但他同时，这地方让我们看到，他也在成全律法，在律法这样的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面来成全全部的律法。所以你发现成全的律法的方法，对基督徒而言，他不是努力的去遵行一套外在的法典，他不是去遵行一套外在的法典，而是呢，他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爱，就是爱。这个爱是圣灵在信徒里面发动并且产生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来不会爱的，我们也原来不会给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喜欢抓的，越多越好，给我越多越好。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主要我们学习一个给的生命，主要我们操练一个给的人生，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也与别人来分享。我们不会爱，我们喜欢被爱，越多越好，但是主要我们效法他活出爱，关心你旁边的人，哪怕拍拍肩膀，一个微笑，一句安慰的话语，都能够带给对方心中的温暖。不要彼此消灭，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彼此消灭是什么？就是毁灭了。彼此消灭就是彼此毁灭，同归于尽。也就像保罗思想里面可能出现的，就是罗马竞技场上的野兽自相残杀而死。我们想想看，这多可怕。教会生活是彼此攻来攻去，斗来斗去，一点都显不出合一的见证，怎么吸引还不认识神的人愿意来明白这个信仰？所以你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非常重要反复提醒的就是合一，合而为一，让信徒合一。合一的状态就好像父子合一那样，合一的见证最明显的就是在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保罗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说：“你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你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原来在神面前守着信心，在人面前守着爱心，这个是基督徒我们该特别彼此勉励的。我不需要像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表示敬虔，把经文绣在身上，绣在衣裳上，表示敬虔。不需要。我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我在人面前，应当要守住爱心。这就是保罗提醒的。接下去，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六节，情欲的事和圣灵的果。好，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你会发现情欲跟圣灵，保罗有一个表，好像有一个表列，好，然后来支持他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肉体跟圣灵的敌对。他要加拉太的信徒明白，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就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带来的是非常非常负面的结果。但是如果透过爱的彼此服侍，顺从圣灵而行，就能够产生极其正面的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顺从圣灵，这是得胜的秘诀。在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保罗就解释，保罗强调信徒蒙召为要得自由，然后以爱彼此服侍，不是放纵情欲。然后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靠自己仍然不行的，我们自己的爱一两天用完了，我们需要恳求主，恳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式。秘诀在哪里？就是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肉体跟圣灵是互相敌对的，是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好，你会发现在第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使呢，它所带出的，它是告诉我们引出了一个事情的结果，引出了事情的一个结果。在圣灵跟情欲的这个对立当中，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我们一再的强调，没有中间的信徒，你不可能脚踏两只船，你不可能又放纵情欲又顺从圣灵，不可能的事。我们这边看到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他要不就服侍肉体，要不就服侍圣灵。因此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让自己被圣灵引导，也就是在圣灵跟肉体之间呢，主动的站在圣灵的一边，主动的站在圣灵的一边。换言之呢，就是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哦，这是一种所谓被动的主动，被圣灵引导，圣灵提醒我，然后我就要主动的选择站在他的一边。啊，所以这叫做被圣灵引导，这个是一个所谓被动的主动。圣灵提醒我了，好，那我要做出选择，我要做出抉择。上帝给了我自由，但这个自由在基督的恩典跟爱当中去发挥，去实行。那么我就主动的，我要顺从圣灵，站在圣灵的一边。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还可以做成吗？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是你要恐惧战惊的活出你的救恩，要恐惧战惊的活出你的救恩，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我们呢，恐惧战惊，活出这个救恩，有神运行的大能，也有我要去实践的部分。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九节也有类似的说法。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保罗很劳苦，服侍主，尽心竭力，但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他自己有的。是照着神在他里面所运行的那个大能，而我呢，我要尽心竭力
啊，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啊，因此被圣灵引导呢，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主动的顺从，这就是基督徒在自由当中得享了恩典。然后呢，我们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有一个表列，哈，一共有十五大项关于情欲的事，我们可以给它分成呢四类。第一类，性关系方面的罪，奸淫、污秽、邪荡；第二类，偏离正道的罪，拜偶像、行邪术；第三类，人际关系方面的罪，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还有第四类，纵欲无度的罪，醉酒、荒宴。你发现这十五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类：性关系方面的、偏离正道的、人际关系的、纵欲无度的。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所说的呢，说就如，好，在第十九节哈，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然后呢，在第二十一节，醉酒、荒宴等类，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其实不止啊，不止这十五项，在整个的这个表列、这个目录当中呢，有就如、有等类，你就会发现他举的不过就是有代表性的，而且肉体情欲的罪不但是显而易见，它会带出可怕的结果，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样事，用一个现在分词，指的不是偶尔行，是习惯的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前面讲到肉体的罪的时候，保罗用的复数的情欲的事是复数的，接下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是单数的，单数的这个果子指的是一种美好德性的收成。弟兄姐妹，就好像呢宝石，宝石的每一个面都是非常光灿的，都是非常美的，但是我们看它的全面的时候，那真的就发出了非常美丽的光彩，就不是一面的了。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但是它所呈现的九种表象却是非常清楚的，把整个圣灵之果非常美丽的呈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姐妹，属灵的美德在基督里的品格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跑出来的，从我们里面就产生出来了，不是，要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被主帮助我们，用他的恩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可以来建造。如果我们讲果子啊，果子从青色到成熟它有一段时间的，它不可能今天是青的明天立刻红透了，它中间有个过程。所以我们追求圣灵之果，这美好的九种表象，我们要有等待，要忍耐，但是当然要必须不断的要继续往前行。这美好的果子，这个圣灵之果，这个美好的美德，没有律法禁止。律法通常用禁令的方式出现，不可，不可，不可贪恋，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都是不可不可。但是爱的律法它超过了这一些不可禁令的要求，没有律法禁止。事实上当我们在追求的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履行律法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灵里的生命并不会违反律法，它会超越，它不是只是说不可，好，那我听话我不可，不，在不可之上我还可以做得更多，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圣灵告诉我，我顺从圣灵而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有了。我不需要只追求一样，我追求爱就好了，不，你追求圣灵，追求圣灵九种表象美丽的全面的呈现就都有了。感谢主，
在24到26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实践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把邪情私欲两个跟肉体连在一起用，然后还加上了一个冠词，很清楚的表明，所谓邪情私欲就是前面所说的肉体所行的事。保罗说他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凡属基督的人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让人觉得非常感恩，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宏恩大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这样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借着你仆人的话提醒我们，不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倒是用爱彼此服侍。求主赐福今日的教会，让你的孩子们都明白这个真理，活出你宝贵生命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